大家好，这里是猫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歌剧魅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它是不是有更新啊？我觉得它的字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把最后的第四章一个小章节跟一个大章节把它看完。那我们先从拷问的开始。我不想重复第二次那下房间的事情，所以你要用心的听。好的，那他们两个人呢，还是被困在这里。两人头顶上投射着强烈的光，热浪从静止的墙面上开始慢慢缩进两人。打开出口和装置，应该贴在镜子的某处。啊，电机，找得到吗？达洛加先生，不觉得越来越热了吗？无论如何，都要逃离这个树丛。你说什么？你应该也知道，这里不是树丛啊。哎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逃脱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剧情就是那个达罗加先生他其实是没有死的，因为他最后跟我们一开始那个侦探是有联系，那表示他是有顺利逃脱，只是拉乌尔跟克里斯汀他们究竟怎么样，就真的不太清楚。打起精神来，子爵。这是镜子，不是树丛，而是树木照射在镜子。你要不要摸摸看？这一切都是幻影。我还已经被那个空间给影响了。哇，风景真美啊！可以师弟也一起来就好。别，克里斯汀，苦行室的音响已经，可恶！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，得赶紧找出口。我也坚持不了多久，哪里应该有奇怪的地方？达洛加先生，树丛尽头能看到路，别慢吞吞的。快点来看看，子杰，你现在被玩弄于埃里克的手掌心中，我要找到出口，你先安静点待着。我说我找到了走出这个树丛的路，你现在在无视我吗？赶快过来看看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只能先顺从他吧，不然他已经发疯了。能看到一条开阔的路吧，我们可以从这条路穿出去。怎么看也看不到路，你是看到什么这么说的？啊，忘记通过什么地方了，该死，越来越热了。我也因为中暑你来控制我的精神，如果我不打起精神，就都在这里，不能胡乱找了，有必要更体系的接近。如果从某一地点开始仔细的搜索信息，有可能马上就能找到，能成为确切目标标志的东西，有没有呢？我还没，只能说他怎么还没跳？能固定的东西，这个好吧？这个固定的东西什么意思啊？对，从这个破碎的镜子开始，重新找一下装置吧。就这样，点击，点击，再点击。越来越热了，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原地踏步。如果我在出行是死去了，
这会是我的错吗？哇，开始出现幻影了。埃里克，这种太……撞下去就不见了。这不是已经结束的事情吗？为什么？但是我原谅了你，还有在神面前说了全部悔改了。埃里克，求你了。克里师弟，你要去哪里？不要丢下我去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能帮到子爵。慢慢达到极限了，要是能喝一口水。找个汉克利斯丁去交友。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？都是假的克里斯丁啊。有一个有颜色，其他都是灰灰的。完蛋了，这些他已经不叫你哥哥。问号问号问号，你赶快来找出口啊。哦，不要妨碍你好不好。天哪，我应该是点那个有颜色的才对吧？天哪，克里斯丁为了救我，竟然来到了这里。克里斯丁，天哪，那我得下你子爵大人，非常感谢您来救我。但是您真的能从这里平安逃出吗？克里斯丁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要离开这里，这里真是让人心情不好、最奇怪的地方。如果爱我，就一起出去吧。你在犹豫什么？拉沃，为什么没人杀死拉沃尔？为什么没人救我？拉沃。要把我留给埃里克吗？要把我留给埃里克吗？那我要把我留给埃里克吗？哇，整个破碎了，我已经看不清子杰的样子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那样。不要从这里出去，好热，好渴。克里斯丁，所以现在要来，赶快去帮，让我去找出口啊！到夜晚了，也不见得凉快，反而燃烧的越来越厉害。先生，这里好像有狮子，我们就要这样死了吗？克里斯丁该连武器都没有。要是真的那么担心，直接翻树丛找一下狮子吧。我找出口就很忙了。对呀，你去找，你也顺便帮忙找一下出口吧。不然他自己一个人找，又不是办法，那个速度就会变得比较慢。对呀，打起精神来啊。是我们真的要去找声音的来源。出来，走在哪里？所以真的有狮子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？是不是我出现了？这躲到哪里了？可能狮子有可能会抛弃我。那之前会不会被狮子吃掉？野兽的声音是埃里克发出来的，所以不要太在意。
绝不要忘记，这所有的都是他的骗局。不是的，可以使劲再离开。埃里克，马上停止这番戏弄。你行动都困难，我就这样死了吗？克里斯汀，太疲惫了，要睡一会儿。梦里如果能叫克里斯汀，直觉怎么这么安静？快起来，起来睡觉就会死掉的。对，要保持清醒啊！真是，在这里睡着会被烧伤。该死，我有点晕了，太疲惫。就闭眼休息一下好，马上起来就可以。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吗？你可不好一闭眼之后你就睡着了。哦，真的，哪里来的沙漠？请换场景啊。睡，需要睡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那是镜子。真就是终于可以喝水了。这不是真的还是剩的，而是映在镜子的像吧。这样想起来，艾里克也可以在镜子里显现出自己想要的像。周围能看到的只有沙子。觉得更晕了，每次呼吸都觉得肺都变得扭曲。要叫醒子爵，快！阿甲，是水。你，也对啦，因为毕竟真的太热了，所以他们昏倒，马上起来，一看到水就是非常的紧张，就很想要喝。停下。是什么不对吗？你看那里，先生，有水啊！我现在感觉喉咙在燃烧，这变得越来越热。我们还能出去吗？还有点精神。不行啊，自觉，如果喝那个水，就对死亡更进一步了。真的拜托了，千万不能上埃里克的当啊！先生，赶快拿着那优秀的逃脱装置和戒指去马镇达兰吧。都是转了全世界一圈的人呢，被这种骗术骗到吗？甚至我穿越，横穿过了两次沙漠。我觉得那个大头家，你干脆把那个绳子把直接绑起来算了。艾里克，现在你连雨声都发出来了吗？听到那个声音，喝水的欲望就更强烈了。拜托停下！再也忍不住了，我要喝那个水。完蛋了，你搞不好有那个是火吧？我的舌头，太痛苦了，这样下去。要么喉咙干涸，要么全身发热而死吧。不想变成那样。要是不能给那家伙当头一棒，我不能冤死。我的克里斯汀也要。志杰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埃里克，如果你还活着，就看这个。你这家伙的节奏被软弱的少爷给毁了。下一颗子弹一定要对准你。那个机会已经没有了，当初可以有机会可以对准他的头。那个机会已经失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请你停下，不要浪费你的子弹。马上住手。我刚才把他打昏好了，受不了欸。为什么要拦住我？除了我们痛苦的死去。这里还有能做的事吗？先生有资金从这里出去吗？行至经历了之后，
才真的知道这个酷刑师是有多么可怕的地方。艾里克，在地狱再见吧。这是什么？先生，能看一下这个吗？子弹潜进去的旁边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知道，所以请您先把枪收回去，四卷。先确认一下直觉的话吧。哦，搞不好找到那个能出去的门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机关，结误打误撞哎，真的是。啊，没有弹药，太好了。就当我被骗一次，过来看一下。那拿枪真的很危险，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。将乱想射到达卢加先生受伤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出去。你找到了藏在镜子里面打开出口的装置。真的吗？再等一下，我马上打开试试。哦，打开了。哇塞，真的是误打误撞哎，所以他们这样就能顺利的逃出去了。因为我记得我已经在这酷刑室里面困了好多集了。师门，啊你来啊，过来。啊，凉爽的空气袭来了，快过来子健。现在才觉得能活下去，有水更完美了。从这下面下去，看看怎么样。看起来是好办法，不一定会有水，总比你们被困在这里好啦，至少能出去。好奇怪，这水还是活湖旁边，但一点都不湿润。是啊，虽然不热，但好像比我们刚才待的酷刑室还要干燥。周围有什么能看到的东西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等眼睛适应黑暗吧。诶，是铜。OK， 这是酒窖吗？埃里克喜欢高级的葡萄酒，这个地方不一定就是埃里克的酒窖。那打开这个小桶看看吧，快开。结果里面是一些恐怖的东西，这招是什么？你确定你不先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，再考虑要不要喝啊？这不是水声啊！等等，这不是水，而是火药木吧？啊，原来是火药！做好心理准备，子爵，这里的桶全部都是，好像用火药填满的。那也太危险了，因为他们刚刚那个酷刑是很热，那如果碰到一点热度跟一些火花的话，哇，这间就整个炸掉了，实在是太可怕。OK， 拷问的开始结束，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蝎子与马蚱。带着剧毒的蝎子能吃掉所有的马蚱。马蚱到底是蚂蚁跟蚱蜢吗？年轻人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哪一方？两个假血吃点。拉乌尔和哈蒂姆先生经历了浑身像是焚烧一般的痛苦后，在酷刑室门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个小门，但等待两个人的不是出口或是水，而是一个满是填满的火药的酒桶的房间。大乌家先生，我们现在会怎么样？这个房间不会有点火的装置吧？那倒不像，幸运的是埃里克好像不知道我们进了这。先上去吧，先生，我现在要知道正在发生了什么事。另一边，埃里克的家里。那其实我们也，他还是没办法逃出去，我们也不知道说子爵他们到底在这边困了多少时间啊。终于在死亡一般的沉睡中睁开了眼，从前开始就传说睡觉是死亡的兄弟。你看到两个兄弟神掌握着你的命运吗？
诶，有两个盒子，他把那个布给拆了。而且啊，之前不是圆的吗？之前我记得他这边跟这边是圆的，怎么是拆了就变方的呢？我骗我。诶，马上就有一个杂学词典，那我们先把它捡起来吧。死亡的发现者。跟睡眠与死亡，其实我之前也很笨，其实从这边点进去就可以直接进来这，我不用说一个一个来讲。古代人认为睡眠是死亡的兄弟，难道他们以为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暂时去另一个世界就是短暂的死亡吗？还是相反的，认为死亡是永远的睡眠呢？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希腊神话中的睡神修普诺斯和死神塔纳托斯被描述成兄弟，睡得像死人一样。这句话是否由于此有关？或许无意识或临时体验有关。OK，好，就蛮简短的一个介绍。抱歉啊，先无视一下他们。我想要稍微绕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好，立刻，这搞什么鬼？你现在在说什么？然后这都是什么？一个红色，一个绿色，有一个看起来像蝎子啊！哦。蝎子与马蚱吗？我一直以来，都尊重爱人的意思，不是吗？胡说，解释一下刚才听你响一阵子的声音是什么？是在做要杀了我们的陷阱吗？等一下，老我怎么样了？请先忘记他。诶，他下面是有那个齿轮诶，酷。来。那就是区分生与死的审判钥匙，是抓着我们命运的钥匙。是在说谁的生和死？不要转移话题了，快说酷刑室发生了什么？忘记那两个人吧，刻意设定，记得已经死的人，还能剩下什么？不行，那么。虽然我连你哭的样子都爱，但尽可能请你擦干眼泪。在重要的活动之前，满脸泪痕就困难了。重要的活动，能看到这前面的箱子吗？克里斯汀，为了愚蠢的你，我亲自一个一个给你说明。还所以他是叫我二选一的意思吗？好，二选一是不是？餐桌布下在藏着这种东西，所以就说很奇怪呀，它不是圆的吗？有啥些词典吗？应该还没有，因为就没有什么关键字。诶，我自己来看，这箱子是什么？埃里克，这些箱子是我开发的一种装置。虽然有个人说不太效率，对他们不满意。总之，将审判钥匙放进其中之一旋转，连接在两个箱子的机器装置就会启动。然后你有选择放在这前面的蝎子箱子和马扎箱子这两种箱子的权利。选择蝎子箱子会怎么样？如果你选择放着蝎子的黑檀香，那就代表接受。接受吗？选择这个箱子，也就承诺了我对你的求婚。像蝎子一样乖乖的接受求婚，在这冰冷的地下永远和我在一起。但是你不是想在地上过平凡的生活？不要乱说话，你只有选择箱子的自由。现在我来说明另一个箱子。
所以只能二选一，接受跟不接受吗？啊，不接受干嘛？要同归于尽吗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箱子说话这么叫，这应该就是一般的那种蚱蜢吧。如果你选择这个黑檀香汁，那就代表拒绝。我们都知道，马蚱是张着翅膀跳来跳去的，与完全不能动的猛人不一样。那又是在说谁？现在这话，姐姐可能慢慢在湖泊中腐烂吧。就算是为了哀悼他，我应该选择扑腾跳来跳去的可爱的马藏了。我现在马上加决定吗？没想到你会提这样挖我的心的问题。你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说不爱我，给你更长的时间的话，你不爱我的事实就会一直折磨我。但我决定更理性的想，在你昏倒的期间，我已经找到了即使你不爱我，我们也能永远在一起的方法。永远在一起的方法。为了你更简单的下决定，我就先出去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希望你已经决定我心。啊，马扎跳来跳去的样子肯定有得看。 OK， 所以他还是给我们一点时间。这不会叫玩家选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你叫玩家选，我怎么选呢？怎么办？那个毛利克，我又再去吃点吗？去看一下，这比较重要。哦，没有，毛利克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毛利克，真的很遗憾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但是你还剩下最后的选择，即使是选择了，也是玩弄于安妮克的手掌心里。虽然我的内心想选择马扎箱子继续求婚，但无论我做出什么选择，拉我也不会回来，安妮克也不会改变。现在就别去想那家伙了，这件事情重要的是我论如何选择权都在于你。但我也怕因为我的选择对马利克或其他人造成伤害。特里斯丁，你不是救世主，你绝对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幸福的。但是我想为了自己幸福而选择马照，就像他说的，没有黑暗的地方不是天上，而是酷刑室一样。因为蹦蹦跳跳的马扎也不是单纯的意义上的。那你是想要接受那家伙的求婚吗？即使他幸福的不是他相信的扭曲的爱情，他必须明白自己所相信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，必须摆脱这个事实。不管怎么想，我都想不到你为什么要担心那个家伙。你说些事真是好，即使他死了，一切都不会消失，因为光靠我们活下去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如果他不改变，除了我们逃离的事实之外，其他事情都不会改变。我是不希望再有其他的马利克或者是我出现。克里斯丁，能听到我说的话吗？天哪，刚刚听到了吗？马利克，是我还在做梦吗？还是那两个人还活着？艾里克说，在我遇到的期间，拉我已经死了。没有死啊，赶快去看看他们呢。有吗？好，没有。你是拉我的声音。拉我，没事吗？没伤到哪里吗？我没事，刀家先生也无碍。
真是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艾里克，那我要选择先是箱子接受他的求婚，要么选择马扎箱子拒绝他的求婚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不会留下简单的结束。对的，那家伙不会乖乖的让你拒绝求婚的。他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强调马扎扑腾着跳来跳去，能猜出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不要吗？艾里克在波士的时候就经常做这种事，他总是给罪犯们两个极端的选择，赶他们去，然后看到罪犯们面临可怕的结局或看到人破灭的样子而喜悦。你选择机会的名义，完美地操纵了他们。先生，现在一定要说那种事情吗？等一下，扑腾着跳来跳去，马扎扑腾着跳上去，可能是一种比喻。是什么比喻呢？那是剧院整体像马杖一样扑腾，好像晃动的意识。黑斯丁先生和我在扩音室下面发现了很多火药，如果这个火药爆炸，别说是我们，这个剧院的所有人都会死的。太不像话了，那不是单纯的拒绝，而是大屠杀。真是困难的选择，但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蝎子。如果拒绝求婚，会有因为你而死掉的很多无辜的人。但是很讨厌，两个都讨厌。奶要无条件的选择蝎子，你也想像埃里克一样变成屠杀者吗？可以试定，我这个父亲真的是不堪的人，要和我这样的人一起走吗？还是打算回到你母亲的身边？诶，为什么变理查德跑出来？自己一个人撑着应该会很累啊。热忱的那些追捧者不见之后，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留在这里。你要不是不想看到校园紧急死因不明的报道，哦，这就是之前的那些对话。如果一定要听妓院礼堂里响起的哀怨，我可不会阻止你。所以我需要一个让我放心的标志，请给我那枚戒指，以表示会从地下返回安全返回的承诺。你也想像埃里克一样变成屠杀者吗？啊，难受。我不想成为屠杀者，但我不想成为埃里克的新娘。什么？是为谁做的决定？马利克还是埃里克和拉乌尔街里的人？我是为了我的决定，其实只有一次。对不起。有为过吗？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有没有为我自己。我到现在为止，黑斯丁，有件比你爱埃里克更伤心的事，就是你在我面前死去。黑斯丁，等一下。也对啊，因为其实这一路上这样看过来，黑斯丁其实都总是为别人着想，就是都是在想着别人的，他好像没有对自己，就是任何事情都好像没有都没有为了自己啊。那这一次自私一点，为了自己，说不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。我的想法和那两个人不太一样，你觉得那家伙不会说谎到最后吗？马利克的话是即使选了蝎子火药也会爆炸。正确，如果那家伙的话是事实，
你会被捆绑在蝎子的毒上，又会成为他的。如果那家伙的话是谎话，那我做什么？觉得都会死吧。现在什么都不确定，还是不要轻易下定论为好。天王后好像那句话也对，艾克真是。无论我们说什么，最后的选择都在克里斯汀手里，然后我们就相信那个选择，追随那结果就好。我相信你，克里斯汀。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，我也会接受。真的很爱你，克里斯汀。这个情况下还能说出难为情的话，心也真是太……如果艾利克来，我无论如何都会珍惜时间的。你为了我们大家，再谨慎着考虑考虑吧。谢谢大家。啊，你也太快来了吧！看来在我不在的时候，想要起来是吗？艾里克，能听到我的话吗？先别管达埃小姐，和我聊聊吧。你这愚蠢的达赫加朋友，还有话要跟我说吗？还有丝毫别想介入克里斯汀的选择。艾里克，拜托。克里斯汀，定下心意了，去叫我吧。啊，所以你不跟你的达罗加朋友聊聊吗？所以现在是要让我选择吗？我自己选吗？啊啊，可以跟他聊哈。我不要叫我选啊，拜托。终于可以定下我们的命运了。来，你要选择哪一个箱子？在选择箱子之前，我想知道选择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我再给一点能帮到你的资讯，就像刚才那没用的达罗加说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选择马扎的箱子，既然地下的火药就会爆炸，大家就会死。至少我和传说中的唐皇不一样，我会在爱人的手中烧死。那种话即使是玩笑也不要说，真的是真心想死才说那种话的吗？然后不管是这妓院巴黎的一个区域时隔这么久，我扑腾一下跳起来，哇，会成为美丽的烟花吧。那么可怕的，我要按照你所希望的而死的。相反，你要是选择蝎子箱子，瀑布的水就会流进来，所有的火药都会尽失。啊，如果那计划是真的，那还算幸运。不会爆炸，我会和你举行简单的婚礼。我好了，提出愿望。艾里克，你那么希望平凡的生活，为什么突然想死呢？你难道不知道是你把我变成这样的吗？我现在无限绝望的深渊里，克里斯汀。与其为了让你爱我，付出那么多没用的努力，我想把我能爱你的这一瞬间，永远留在火里。你不是唐皇，你只是梦想中唐皇的人，真的想成为躲在剧院的魅影吗？我不愿意害你，还有别人一起死。克里斯汀，我的忍耐已经快要到极限，现在开始准确的给你两分钟，如果两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任何答案，到时候我会亲自选择马扎箱子，我的爱。克里斯汀，即使再也见不到你也好，你一定要活着。拜托，我们是因为想看到你死才来到这里。
直接，如果艾达拉小姐要对你真心下来，能做的事情只有等待。我会看着你，这是最后的决定，克里斯汀。试一下，两分钟过去了，现在应该回答。没有时间，快拿上钥匙。哎，拜托，不要叫我选啊，周哲，不要叫我选。我拿钥匙就好了，可以吗？我不管这和选择，你的灵魂和你的性命，还有你的一切，都会成为我的。我不想死，死亡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好吧，我要逃跑了。啊，有那个杂学词典，在我选择之前，稍微看一下。我不想弄掉我的杂学词典啊。诶，好像没有诶。之后角落要看一下，因为上次啊，在马迪克的房间，那个杂学词典就在角落，我真的太黑了，我没有看到。先拿起钥匙，不赶快选择吗？这箱子在做什么？没有如此可以浪费时间，要尽快与我在火中融为一体。你以爱情的名义伤害了别人，折磨了所有人，你的爱情太糟糕了，我绝对不爱像你这样的人。愚蠢的人，在死亡面前还乱说话，钥匙拿来，妈折断算了啦，气死我！马尼克把他推开，克里斯汀，快一点！反正都是一辈子不能脱离我的命运，那就向我施展一次慈悲吧。妈折断算了，气死我！不想选呐、啊。所以现在到底，拜托不要叫我选。杂学词典，你先出来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不会吧，现在叫我选哦？折断呢、啊？有没有折断的选项？哎，真的没有喂？啊？啊？怎么办？真的要我选嘞？那我不要选啊，因为他一直想要跟我一起死，我不想跟你一起死啊，可是我不想爱你。走吧，走吧啦，各位，我今天没有时间犹豫了，谁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啊？走吧，哇，走吧，我又变得不想跟他一起死，又不想要爱他，那怎么办？哎呦，好了，我选这个看法好了。如果真的我觉得那个结果不满意，我再重头回来选。放我底下两个都选选看。我没有想对你施展慈悲送你死亡的想法，埃里克。你说什么？反而我要活到最后，真是和你争斗下去。打开了蝎子，这不是为成为你的新娘而选择的蝎子，我是为了救赎我和别人，还有包括你而选择的蝎子。我不像你那样胆怯的用死亡来逃避，我要和活着的埃里克对抗。闭嘴，你这微不足道的，你这样的竟敢对我，马上把钥匙交出来。以前我摘下过你的面具，现在我要斩断你身上的链条。我在哪里发生了爆炸吧？难道啊？结束，回马。那
边好像发现了什么事，要马上打开舞台暗门下去看看状况。达爱小姐问悬着马杖。我没有悬着马杖，我悬着蝎子。哎，哦，原来教室竟然在这里，太好了！选择马架的话，应该这边就炸都炸掉了吧？黑火药是硫磺、木炭、硝酸钾的混合物。黑火药有很多自身的优点，首先材料容易找到，制作容易是其中的一点。所以不仅是过去的人，现在充满不满的人也很容易制造黑火药。但黑火药存在致命的缺点，首先黑火药对水非常脆弱，一旦潮湿或下雨就无法使用。此外，黑火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一旦起火，金属上就会产生深深的燃烧生物、生成物和大量的浓雾、烟雾。尽管它比冷兵器更强大的武器，但它在战场上却引发了各种问题。最终，随着19世纪无烟火药的发明，黑火药被挤出军用、工业与火药的位置，主要用于来放烟花，千万不要为了个人用途制作火药。恐怕大部分国家法律上都禁止无执照制造火药吧。抓紧，先生。的确啦，因为现在像那个烟火啊，都是火药。之后，因为有时候过年期间，因为像过年过了嘛，就有人都会囤积那些火药，之后可能要打算在过年期间贩卖。可是这个是会真的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因为那个就变成像一个军火库一样，如果有一点点火花，那边就整个炸掉了，真的很可怕。什么？这里现在好像没事啊。姐姐，你看这个，水淹到我们的脚踝了，是水。啊，竟然活过来了，真的是水。但不觉得这水淹没的太快了吗？要赶快出去啊，不能再拖拖拉拉了。怎么办？我好想要选一个选项看看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关门，快！可是，重点是，我们还是出不去啊！哇，还是炸出来了！水压太强了，湖水好像在进入这里面。这样下去，这个房间会被水淹没的。水止不住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？一开始我们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死去的命运。不，还有希望，要叫克里斯丁。你把那个打开啊，你们扶上去嘛，扶上去就从那个洞爬出去啊，是不是？还是有希望的。对啊，可以有上去啊。无论怎样，要上去到有窗户的地方。啊，整个画面变黑了，啥都看不到。克里斯丁，我是说，哦，水淹太快了。直接，水快要淹没了，但还能听到这个声音的话。可以设定，艾里克，啊，可以设定，对不起，啊，之后呢？不会吧，就这样淹死了吗？哦，真的结束了，谁要来第5章镇魂曲魅影的记忆。
哦、OK， 深入秘密，这是第五章，这是将瞬间变成永远的事情。那这个我们第五章就是下次再来看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，稍微退一下。哎，百分百，轩逸他真的是哦，还是93%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去选择另外一个选项。那这边就请大家稍等我一下，我就直接快速的到那个选择的地方。好的，我们忘记说他这边也有一个选择，那我们这次来选呼吁看看好了。艾里克，我再重新再想一次，你现在和强求我杀了全部的人没有区别，你就想那是不爱我的惩罚吧。啊，有多少人埋怨着你死去呢？在正恶我的爱人手里死去，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最后。不，事情不会变成你想的那样。那你是想变成我的妻子爱我吗？即使为了生存而成为妻子，我也不会爱你这样的人的，艾里克。我竟然爱上了如此傲慢无理的人。我的爱，艾克里斯汀，如果不能爱我，就只能和我一起去死了。现在开始准确的给你两分钟，如果两分钟过去了没有任何答案，到时候我亲自选择马扎箱子，我的爱。好，这边应该都是一样的。那这边的话我最后就是选马扎箱子，因为我刚才已经选了蝎子箱子，那我想看看它会有怎么样的结果。好紧张啊，很紧张的，到底是会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我想要选了，你不用催我，要死一起死。可是我很担心，说我选了马车箱子，底下有93%，所以我到底是哪里没有选择到？因为这边刚刚也都逛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就都没有可以调查的地方。对啊，都没有调查的地方，除那个广告之外。啊，我玩到什么？哦，抱歉啊，可以开这里吗？不行，我想说那个钥匙孔可以拿来开这里。好吧，那我们先了，直接死吧。如果真的还是93%，我就下次再来找找看。看这个，今天顺着他的意啦，对呀、啊，是啊，这瞬间才听我的话，被所有的人的埋怨，把我的爱包围着燃烧吧，可以死定。对啊，就要死啊！哎，那谁到底？到底就应该是，那我们那个93%，所以说我是要按呼吁吗？按呼吁之后选那个哈蒂姆先生说，如果可以实际选择了马扎箱子，就会发生以上的事情。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？结果没有爆炸吗？不会吧？所以他只是用言语来刺激我而已。哎，薛先生，那我们现在选蝎子吗？两个都选，我确定一下。那，也不能对话嘛，那我们就选两个打开好了。诶，对啊，一样啊，那所以我刚刚选的那个有，还是说他只是为了让我抽足100%？好，
那目前这里还是一样的，所以他确定是要寻找蝎子，那就会淹水，这样吗？好的，那我刚看到那个达摩加先生他的台词还是一样，就是说万一达爱小姐选择马扎，那表示说那个只是让我们受阻100%的选项，大概是这样，我觉得后面应该都是一样的。OK， 我回来了。那真的是要先选择马叫的箱子呢，再选择蝎子的话，它就会100%。好啦，那现在就是算是剧情的最高潮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第五章的部分呢，我们之后下次再来观看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咯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